能够静，能够动，都可以，还有包括客家语歌，都很棒嘞哈。多方面尝试，多方面尝试，所以爱唱歌就是这样啊，不是都固定在这一个区块当中，所以你这样很广很好。你看要动的人呢，也非常感谢你啊，提供了这么多的都漂亮的这个法圈啊，让大家一起同乐哈。然后又一手好的这一个。手艺可以煮很多料理的好吃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个什么，高粱酒香肠啊，自己灌的嘞，有在卖无啦？朋友可以的，一起做朋友可以哈。如果过年到的话，如果想要香肠的话哈，可以跟我们力争来预约，还个地主哦哈，黑毛猪。黑毛猪的这个香肠，黑毛猪跟这个高粱酒的这个香肠非常好吃，谢谢。如果要的话，可以跟运主来订购了哈。对啊，来哦。